陳柏業發言嘛？陳柏業，我主席想即係俾個機會政府啫，因為頭先我落下邊都同東北班居民咧就即係探望佢哋啦，啊，亦都同佢哋交代頭先我提出個休會嘅動議咧，係正式係失敗咗啦，14-30輸咗。咁就跟住落嚟嘅情況，今晚大家唔知點啦。但係即係我諗政府應該體會到，亦都領略到。東北居民對整個決策的憤怒，咁當然在保駕護航之下，你有機會今晚過啦。即係如果最後會有機會投票的話，咁政府會不會真係嗱？我不知道我有咩方法繼續再阻你啦。啊，咁個權喺主席嗰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能夠撤回東北呢個撥款咧，其他嗰啲嘢就會好快過嘅。政府會不會慎重考慮呢個建議呢？局長啦，不如喺答陳偉業之前呢，我剛才都同你好簡短咁問，有冇可能即係喺嚟緊，因為你個項目比較大，擔心嘅程度呢可能係有嘅，亦都有唔少嘅可能影響到嘅，呢個冚唪都係可能。咁樣如果講緊石仔嶺老人村有關呢個復耕嘅，有關嘅呢個漁農嘅問題，甚至無而家仲話一啲環境嘅問題，包括到一啲發現嘅一啲有害物質啊等等，咁係咪將一啲可能出現嘅擔心情況嘅，可以透過局長你喺今晚裏面真正對公開方面、對委員會方面咧，作出一啲比較？能夠令我哋有更多嘅信服嘅，使到我哋嘅議員有更多嘅交代嘅機會嘅，咁樣等成個剩餘嘅項目咧更加順利啲嚟去進行。咁我希望提出一個咁樣嘅期望啦。咁睇下係咪以下嘅，請阿局長你作出一個你嘅回應咧。多謝主席，亦多謝阿陳議員嗰個提問。亦都俾個機會我哋向大家解釋一下。咁我希望咁多位議員明白咧，粉嶺北同埋古洞北咧係我哋未來10年房屋嘅重要土地來源。咁亦都將來會供應咧係60,000個單位，當中超過咧60%係公營房屋，令到20多萬户而家向公屋輪候冊上面嘅基層市民咧可以有機會上樓。咁其餘嘅房屋亦都係中小型嘅單位為主，咁亦都令到咧我哋中層市民咧係有機會可以改善佢哋居住環境。咁而今日我哋所提嘅前期工程嘅項目咧，總共會提供16,000個單位，當中超過80%咧係公共房屋，係資助房屋嚟嘅，可以喺2023年入伙。咁喺跟進方面，我哋自從喺舊年7月咧公布咗修訂方案之後咧，發展局我哋一方面咧係同各方面嘅跟進。咁但係希望大家理解咧，係我哋有需要時間嘅。正如我哋較早之前咧，我哋關於石仔嶺嘅安排，我哋都同勞福局嘅同事咧日以繼夜、夜以繼咁不停地，大家去尋求有咩突破地方可以做到。咁大家可能見到而家我哋做咗，可能做一半，未曾做到完全可以令到咁多方面咧完全可以接納嘅一個做法。咁但係大家明白，我哋係花咗時間，亦都咧我哋係以向嗰啲住院長者咧，作為我哋嘅福祉，亦都係我哋最重要嘅目標。咁我哋會繼續唔會話喺呢個階段就停落嚟。我哋亦都向嚟緊嘅可以承諾，就喺嚟緊呢一段嘅時間，我哋會繼續努力向方面。咁至於農業政策嗰方面咧，我哋都同食衞局嘅同事咧積極咁樣跟進。咁除咗配套呢個安排上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可以有一個更加積極嘅安排，令到咧呢啲農户咧可以有更加大嘅機會、更加大嘅把握咧，可以去復耕嘅工作。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呢啲嘅安排咧係需要時間嘅。我哋希望可以爭取咧，喺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咧，可以有一個更加突破嘅方案咧，向大家公布呢啲嘅細節。咁至於環境問題咧，其實喺環境上面，關於嗰個污染嘅砷方面咧，其實唔係話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問題，其實喺好多地方都有存在。咁過去我自己本身亦親身咧係處理過一啲咁嘅污，我哋叫 decontamination 除污嘅工作。其實喺香港嘅水平，我哋好有信心，我哋嘅工程將來若果真係進行嘅時候，我哋係有一個嚴謹嘅監察制度，亦都咧我哋有。我哋嘅工程管理上面咧，我哋相信絕對有信心咧，可以做到，唔會影響到旁邊嘅居民同埋我哋嘅工人嘅。
咁我哋希望大家明白咧，就係開發土地咧係需要時間嘅。我哋唔可以今日乜嘢都唔做，令到個問題惡化。正如之前有幾位議員都提到，香港嘅房屋問題係有迫切性嘅。我哋公共房屋、我哋私人房屋各方面，我哋有急切嘅需要。所以希望咧，大家係可以理解。咁我哋而家今次嘅提呢個項目，我哋係講緊咧係。現時我哋只係開始嗰個勘探同埋設計工作，咁有差唔多四年嘅時間咧，去俾我哋繼續進行嘅跟進工作，係到2018年咧，我哋先至會開始向地盤上面有進行嘅工作。咁喺當中再開始，當我哋開始呢個工作之前咧，我哋都會再嚟翻立法會，去各位議員咧去申請撥款，先至可以進行個主要工程。所以希望大家理解同埋明白，我哋希望係爭取呢四年嘅時間咧，好好去做。但係大家要明白，我哋唔可以坐喺度唔做。呢啲工作係一個一個步驟緊緊一扣緊緊相連。我哋今日做嘅工作係影響咗我哋幾年後嘅土地供應，同埋跟住之後嘅房屋供應。好，多謝局長啦。我就基本都領會到局長已經進一步即係、就是、承諾更多，但係作為一個綜合性嘅監管嘅部門咧，對頭先所講嘅三個環節復耕嘅問題咧。老年人的社會福利的問題咧，乃至係環保的問題咧，都係要好多都係包括到最後的房屋問題咧，都係要統籌嘅。咁要有一個責任咧，就負責起將各個方面咧，如果仲不足嘅地方咧，我希望同有關嘅事務委員會啦，亦都同有關嘅委員或者代表，即係各區嘅一啲代表咧，都進行更深入啲。頭先你講嘅一啲方向性。但係咧，更加深入到一啲具體嘅環節度，咁我希望咧喺呢個誠意咧係能夠作一個初步嘅打動啦。咁我哋一間下面咧再要進行更多嘅對市民啊或者等等咧，而家我哋嘅做嘅工作咧，我相信佢哋都關注緊嘅，好唔好啊？咁樣下面咧，我就希望完成埋呢個有關嘅詢問嘅問題，咁先至再處理跟住嘅環節看看哪位同事按了鐘的是有張超雄是吧梁國雄先。